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股市大有为。今天台股呢，盘中大涨500多点呢、啊，中场收了452点，这次的23,000呢，直接给你攻过，让你根本没有来得及反应。好，但是我为什么要来得及反应呢？我的股票都没涨啊，都涨全指股啊。如果说你只看到表层了、啊，你只看到第一个哦，涨全指股，涨广达，涨台积电，涨联发科，你只看到这个，你就怎么样？你就感觉这行情不如预期，不如你的意愿、啊、那你接下来下半年你要怎么做？我们看到是什么？股票为什么会涨？如果你还是存在这个什么炒股票了？对，股票是没有炒，它没有人，没有特定人去炒啊，去锁码啊，去怎么样？三峰点火它是不会动，没有错。但是你只是纯粹以什么阴谋论的炒股，你这段行情你这个月都不敢进场，对不对？你在等拉回，对不对？我很早就告诉你这个行情了，你看今天23,000直接破了，不像22,000，不像这个20,000整理了半天，让你怎么样？让你去下空单，现在不用了，直接给你嘎。为什么要做账嘛？为什么要除权息了？我不是在 LINE 里面讲得很清楚了吗？那除权息行情你不要看、啊、有没有除权息行情，你要看着有没有人再做除权息行情。有的话全指股一定动嘛。什么叫大多头行情？大多头行情就是龙头股带动指数嘛，中小型股票它负责翻倍嘛，各负责 各的嘛。那你要做全指股，你要买的安心啊，这个什么全市场的巨头都认同的股票，我买的安心，赚得慢没有关系。每个人的投资属性不一样，但是我能帮你找到最佳的投资行为。你如果是纯粹赌客的话，我没办法，每天要交易的我没办法。你说啊，每天交易你不行吗？股票这个东西啊，你去全市场去问啊，真正在做什么，真正这个资产在翻倍的人啊，是天天在交易的吗？没有嘛，纯粹爱赌而已。你说很多，而且说我在群里面很多有钱的，他就喜欢做当冲啊，因为他资产很多啊，大哥啊，你20万做当冲啊，人家是2亿做当冲啊，他冲一下，这个月所有的开销都有了，那个是为了什么？他是真的在做什么？在当做工作在做的。你的20万你做什么？20万你放着就变40万。40万放着，你看 这半年来我多少的股票翻倍，一翻两翻再翻，你说当冲你做看看嘛，一旦跳空你买都买不到，是不是？好，所以呢这段行情呢 你不要再去看，不要看技术分析，我已经跟你讲过，你我再讲一次，你有任何的问题，你有任何问题在我的群里面直接问我就可以了，你直接问我就可以了，我看到马上回，好不好？而且这个问题不是一天两天的，大家看到这个行情今天6000亿了，追加了，这不是一天两天的行情、啊、你早问早赚，对不对？早买早翻倍，现在连续跳空，你再去数吧，数什么？很多人在数、哎、有几个跳空了、啊、什么时候接近缺口啊？我就说我在讲说这些学技术分析学的啊，就是学的一些这个半瓶水，甚至连半瓶水都不到的来看空。我半年前怎么跟你说的嘛？说这你如果不在我的群里面，你可能看到就忘记了，你没有我的时时叮咛。我说过，我看到起涨点，我当我看到转折点的时候，反转点的时候，我也会告诉你嘛。到时候我们再来做空，或者选择其他的一些、操作模式嘛，做比较短的嘛。但现在不是嘛，现在就是你放着就会赚钱呢、啊。就很多人说放这资金放在基金，放 ETF 哦，放着就会赚钱，它就会配息，然后有人帮我操盘，然后我就稳稳当当的，我也不想冒什么太大的风险。可是你错了，现在的股市就是什么？现在股市就是放着就能赚钱。你看大盘。现在股市就是放了能赚钱，你买什么 ETF 啊？你买什么基金啊？现在是股市就放了就能赚钱啊，连什么连风险比较大的
指数操作、期货操作都是放着就能赚钱。你说半年了，半年前我哪抱得住啊？而且涨那么久啊，这个行情，那你波段看得准，短线看得准不准？我跟你讲，4月22号的地庄，我有没有告诉你？你看到这个点，4月22号的点之后有没有再跌破？好，那你看到20883，你是怎么看的？是压力对不对？我说什么？我说20883是什么支撑呢？5月10号啊，才过不到过一个月而已，你就忘了吗？这个月我讲什么？你一下看导型，那导型完了又一个导型，一个是空头导型，一个是多头导型，那接下来又一个空头导型。我说趋势之下，指标无用论呐、啊，现在就是做趋势行情嘛。我还说接下来什么？外资真的看不懂，要内资引入。你看今天，你看最近是不是外资是不是又全部回笼了？是不是又全部去买 AI 了？你去看每天外资进进出出的，你去看每天外资什么期货空单多单的，它在让你产生错觉感，它让你产生行情的错乱呢。实际上呢，它一买直接拉，拉开以后你追不上啊，你追不上啊。6月12号，上礼拜我跟你讲什么？多方胜出。你有没有听进去啊？你有没有听进去？什么价值？你理解什么叫价值吗？如果说纯粹说一个整理行情，高出低进，对，高出低进，高出低进。啊，你厉害！但是呢，一旦什么，一旦趋势成立的时候，就是低进，等什么？等反转再出，就简单，非常简单。很多人在看23000，那今天看完23000又要怎么？又要再加码了、哦？半年的时间，半年的时间，随时可以验证。3月我说不止，这是12月29号的，去年年底我送给大家一个礼物啊！我告诉你，今年的行情会非常好啊！3月的时候说不止22000，6月12号我说续攻这个22000点，我说续攻26000，现在呢23000而已。那很多人讲23000的人怎么办？又要找新的点了、啊？哦，现在看25000了啊！对我们这样阶段性来看，那怎么样比较安全？那我告诉你啊。那你很多股票一定会卖错。你看阶段性的，你看指数阶段性的话，那很多股票你会卖错掉，你一定会卖错了。说你怎么那么笃定呢、啊？而去年10月24号，我讲什么？十月二十四号，我已经讲不是12月29号，我说大盘会到22000，是10月24号，我就讲说大盘到22000，它的世纪工程是谁？台积电嘛，10月14号在这边呢，这10月24号在这边呢，有没有上去？台积电都能给我看到翻倍，然后今年呢？今年我不是跟你讲吗？什么叫技术分析？我上面有跟你讲一个叫什么捷径缺口吗？所以技术分析不是像你们想象的、欸，哦，我来数3个缺口，数5个缺口啊，这边一定是捷径缺口，结果呢，7个、8个、9个缺口。哪一个是捷径缺口？你不知道吗？你为什么不知道？因为它已经产生什么值的突破了嘛？它已经产生值的突破了嘛？先进封装都已经怎么样？嚯、哦，都涨到爆了，订单都怎么样？都被订光了。接下来就是营收大爆发嘛？第三季营收大爆发了嘛？你现在看到什么？哦，大家都在讲啊，台积电目标最高喊到160，我在什么时候跟你讲的？我在去年就已经跟你讲了，这不是9家、啊，还有1家、啊，我家嘛，田家、啊，总共10家啦，总共10家看这个1000元以上啦。说老师，你现在要做台积电？我说不是啊，台积电整个龙头带动的情况之下，你要看的是说接下来的受益方嘛？当然台积电是最大的受益方，但是呢股本太大，但是呢资本支出太多，所以呢它能分配给股东的不多，但是呢它能够长期
让什么？让投资他的股东能够有什么无后顾之忧，因为值它是不断的在突破，所以价一定会不停在飞跃嘛，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所以包含这个女股神也大买台积电，她原来卖掉了又买回来，跟外资一样，外资也是先卖再买嘛。那么先卖再买有错吗？没错啊。啊，对，有人讲说啊，这个女股神啊又买回台积电，哇，完蛋了，反指标了。啊，他买回台积电就反指标的话，哎，他的什么？他的成功是在于疫情的特斯拉，他败也是在特斯拉。所以呢，这个还没有定论呢，它是不是反指标还没定论啊？有空你们自己去上网去找这个伍德的讯息啊。我昨天没有时间多讲啊，但是你如果想多了解，就比如说你问问股票啦，问问行情，或者聊聊天啊，啊，当然我没有，你如果真的聊天的话，可能盘后才跟你聊，啊，盘后才跟你聊。那你在盘中有任何问题，你加入我战斗营啊。我觉得今天这个时间不应该花在这边，这个时间我应该告诉你，现在该买哪些股票，现在你要跟我怎么做。这才是重点。那如果是闲话家常的话，如果是短期的就是突发性的问题的话，你直接问我，你找不到人直接问我，你把我的 LINE 先扫起来置顶，你要置顶，因为我这个是战斗营的，我带你一定赢啊。你要了解整个新闻消息的整个正确的逻辑全貌，你就要来接收我的正确情报。我还带你精准猎龙，欸，我还带你精准猎龙，爽不爽？快不快乐？有没有数钱数到手抽筋？所以这个行情呢，我已经六月五号，你看新闻已经讲了，我已经讲过内资啊要做账啊，然后今天呢啊外资换股报 AI， 所以今天他那个今天大涨不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吗？所以我最近来看很多很多这个什么很多电视啊媒体啊都还在讲什么讲看空啊啊，你就把这些人记得就好了。我是不想记他的名，你把他记得就好。第一个你要记什么？说电脑展结束就是利多出尽了，这些人你一定要把他记起来。这些人你要把他记起来，啊，就殷素素跟张无忌讲的，啊，这些看空的人啊，自认为眼神犀利很优秀，你要小心啊。你要小心啊，你看得很准，你看到未来，那你现在都输光了。我也知道未来会跌啊，我也知道三千年之后股市会跌啊。你讲未来，我要的是现在，我要现在我能赚多少？我要是说我接下来我要订餐厅，接下来我要订旅游，我会不会去考虑价位的问题？我会不会考虑我请假太长的问题？你给我讲三千年的事情，我考虑就是今年。我考虑的今年，今年很多的公司会发很多年终奖金，要怎么花？就这么简单啊！所以价值很重要，价值很重要。像郁金光今天跌嘛，郁金光今天也跌啊，但是跌很多吗？我告诉你的，旺季要来了，旺季要来了，你现在下车就下吧，你现在下车就下吧。五月三号，啊，五月三号怎么跟你说的？啊？六月十三号说什么？等大摩告诉你来不及了。你看，每次都是这样子，买完拉上去以后再等大摩告诉你啊，我看好啊，你全都买了，你全都买好了，你跟我讲啊。我昨天说什么？所以今天这两天下跌有关系吗？没有关系的。他不管郁金光抢不抢得到 i 十六的镜头，我告诉你，他本身产能已经满载了，你就好好看一下第三季我怎么表演的。你好好看看第三季我的绩效是怎么样让你疯狂的。我现在跟你讲都讲大只的，小只的我个人就不用看，我点一下它就涨了。我的资金多啊，我的会员群众多啊，我点一下涨，我个人就不能去买那么小只的。来，联发科，我说联发科啊，你说你确定？你确定？啊，先不要讲有会不会。啊，现在才这样子哎，啊，不是说这样，你才刚赚，还不到五成，你跟我喊翻倍，哎，先看看五月三号怎么跟你说的，再看看五六号新闻怎么讲的，再看五月十六号我怎么跟你说的，再看看五月二十八号新闻怎么讲的，再看看六月十三号，一样，大摩也是喷出才告诉你的，
那接下来会不会再涨？我要 IC 设计啊，这次啊王对王了，非屏阵营跟苹果的掐边了。三星已经出了什么 ChatGPT， 已经出现语音翻译了，即时翻译了。我讲英文，对方听的是中文呐、啊；我讲中文，对方可以听闽南语了。像苹果现在紧张了，所以苹果接下来呢，它会不会技高一筹呢？先不要谈这些嘛，你先把这个 IC 设计，我跟你讲 ，IC 设计整个都疯狂了，而且整个厂都疯狂了，订单满载，马上在不断的改设计的。这一出货不得了了，所以我就跟你讲，价值很重要，尤其是 IC 设计 ，IC 设计是标准的上游 AI 的上游，电子的上游，好，毛利高，股本小。哎呀，那普瑞，哇，普瑞价格那么高，哇，我买不起啊，没有关系，买得起的跟我来做，我想为什么？你如果刚刚好买得起，你也要怎么样？你也要痛下决心来跟我做，除非你价格差很多。哎呀，我只能买零股，我只能买权，这个我们讲说这个期权啊什么的，哦，那个你就不用谈了。但是如果买得起刚刚好的，你一定要跟我做，哪怕只是差刚刚好，买完就不剩了，你要跟我做。因为接下来你看今天散户有推多少，你看今天的外资买了多少，你卖掉都被他买回来了，你知道吗？你卖掉都被他买回来了，而且这些股票越涨越高的时候你越不敢买，因为散户最怕高价股，而且买一张而已、哦、我看了十几二十块了，我买个十张二十张，买个一百张，而且买一张普瑞我的资金就套在里面，他每天震荡，我好担心了、啊、我最好有十只股票有涨有跌，我每天看的心情很快乐，我要的就是一张就赢了、啊、我要的就是一只股票就赢，我干嘛要十张上上下下七上八下的？啊，今天看啊，今天三张涨停啊，啊，明天看又是这三张涨停，你最后你就是上上下下而已嘛，压一档就好了嘛。所以这张股票，我跟你讲，我要讲哦，安稳哦。为什么？因为法人嘛，因为价值啊，我跟你讲这价值啊，法人在进货啊，所以这个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他们要做的嘛。所以昨天的。有没有看到法人扫货看到什么？哎，这么高可以买吗？啊，接下来又要创新高嘞！好，来，我们来讲技术分析啊，讲技术分析。刚刚我们看到了多少？这个一千多块在哪里？哎呀，啊，在这边一千三百多嘛，我记得这边一千三百多，这边多少？2240。大家看到啊，简单的去分析。我跟你讲，这张股票如果说没有怎么样，没有达到我预期，算我失职嘛。但是你要看一个细节啊，法人是怎么买的？有没有破？跌破马上拉起来，这叫月线呢。所以它只是一个小关卡就可以到千金呢。它如果说到前波高点附近的话，就是翻倍哦，一档。900块啊，800多块，900块可以翻倍哦，有机会翻倍的。你不要小看，你先把这些的问题，什么价位什么，你放一边。你不要小看 IC 设计，你不要小看 IC 设计的爆发力。联发科怎么涨的？你不要小看 IC 设计，我们接下来拭目以待。这档股票你不敢买就算了、哦、但是我今天有一档最新的。有档最新的会让怎么样？会让你疯狂的。为什么？因为法人现在在疯狂扫货啊！法人疯狂进货的为的是什么？难道是看到六月营收，看到二月的第二季的季报，看半年报，还是他看到第三季跟第四季？他已经看到未来了，就像大伟一样，去年已经告诉你行情会到22000了。你说？我都能看到行情到22000，去年呢，法人下一季的看得到看不到？那法人如果比我厉害的话，他连明年行情都掌握住了，所以说能够看到第三季的行情不是什么难事啊。来，这股票一样，说普瑞啊，那普瑞都能有机会翻，都有机会翻赚50%到翻倍啊。那这张股票我跟你说啊。买千金不如赚千金呢、啊。一张股票啊，你先不要看它价位啊，
它有没有机会直接过新高再创新高啊？你不要看它价位哦，你看它价位以后啊，你看它价位以后你会不敢买啊。但我也不会，我不会告诉你买那个两三千块的股票，你放心啦、啊。那个那摆明的什么曲高和寡，这我跟你讲说，这基本上比普瑞便宜了，比普瑞便宜哦，比普瑞便宜的基本上标的会比普瑞快哦，而且比普瑞标啊。为什么？因为这些股票散户在退场了，因为在越涨越高的时候呢，只有法人跟只有法人敢买，外资跟投信敢买，自营商在进进出出的，然后呢，散户只敢做当冲的。他们不敢留仓，所以呢卖压很小的，一拉就上去了，震荡以后再拉就上去了。这种股票才能我们叫什么赚得安心啊，买的安心，赚得开心啊。所以啊，这个有主力作价痕迹，我待会有时间再跟你讲什么叫作价痕迹啊。那这档股票你一定要先拿，这档股票你一定要去跟上，产能满载，订单暴增的这档股票，你觉得他接下来报业绩的时候，他是先报业绩还是先标？你觉得这档股票是？他已经产能满载了，他订单已经什么？已经塞爆了。你觉得他是先标还是说先报业绩再标？你如果觉得说他应该先报新闻然后再标的话，那你不要来找我。那如果觉得说这个股票呢，一定是先拉的，再诱使散户再追加的话，那你就对了，你就来拿，来，你先扫码，扫二维码，然后把我的群组放在最上面置顶。随时接收我的消息，来，这张股票先拿到买到，我带你拼翻倍。进广告。迈向两万点新时代，八八八惊喜价大步向前走，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迈向两万点新时代，八八八惊喜价大步向前走，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惊喜专线02-8511-3366，8511-3366。这条路是孤独的，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静心思考，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鼎业投顾全心照顾，02-8511-3366。Ladies and gentlemen， 频道一百 K 不到五秒钟，但是一出门我就看到阿妈要去拜拜，阿伯要去买菜，超跑油门我也只能轻轻的踩。学校附近五音啊郎，医院周边五老寡郎，人车拥挤处五探假郎，五号字行啊靠五单处来郎，整条路拢赶郎。特定区域小心，减速随停，让爱随行。不管是超级大多头、大多头，还是说正常的一个多头走势、循环的多头走势，还是假多头，底部进场的快乐你无法想象啊！因为接下来涨上去的时候，很快脱离成本了，你是不是很开心？你为什么在高档买呢？为什么看到新闻报才买啊？明玉，我说后方先知猎龙的先发骑兵，你有没有跟上？我说接收指令精准猎龙，你有没有跟上？你有没有在这个群里面？你们在群里面，我现在不会在意说啊，你已经啊之前有拿到没有买，或者先卖掉了，我老师会不会笑我，会不会怪我？我告诉你，不会，你要赶快来赚，因为呢，经济学的马太效应怎么跟你说的？只要你敢来拿，只要什么，你一直来跟我要，你就会越来越多，你都不回我，都潜水的。
我告诉你，你一张也赚不到。来，所以啊，赶快扫码啊！哎，这个今天呢，又快要翻倍了，又快要翻倍了。我昨天说什么？你翻倍之后就会叫他小红海了啦。标股王 A B C 今天要开盘就收工了，今天开盘就收工了。十三号告诉你医疗展要登场，你跟上了没有 ？AI 应用列车，不管是短线还是波段，你交给我大伟就对了。好，但这档股票你要特别注意了，你先拿到。你知道这张股票以后再考量资金，如果是真的高不可及的话，我不勉强。但是如果刚刚好的，你一定要跟着我做。这张股票告诉你，不管几倍，不管几倍有没有达成，我会带进带出，我会带进带出，我让你啊，这样买到股票以后，让你飙到疯狂了。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